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OK， 因为我们今天收工晚，今天收工比较晚，所以原来我们这会儿才出现在这里。对。对我们会赶在23:59把这段视频给发出圣诞节要祝大家一定要吃到苹果。圣诞节到了，希望大家虽然还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是一定要多吃好的东西。圣诞节到了，希望大家开开心心，开心度过每一天，开心度过圣诞节。圣诞节快结束了，然后在大家还没有结束之前可以点外卖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可以点个苹果。圣诞节快结束了，快点做好过新年的准备吧。圣诞节快结束了，记得盖好被子，别被冷到。哇呀！讲的果然不一样。圣诞节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的礼物。OK， 太棒了！最后一分钟，哎，我们要干点什么呢？对吧？圣诞节刚提了那么多次的苹果，但是咱只有一个，怎么办呢？这就掰成七份儿。手撕苹果，完是这什么？对，就是抱拳，抱拳还没有出现，对，抱拳还没有出现，不能先不能说抱拳。我想第一个了，掰一下，来吧，你第一个吧，Come on，掰七半是吧？对 ，Oh my God， 我一人一次机会吧，就是掰一乘二，二乘四，四乘六，你先掰嘛，六乘到七。你掰得开都是问题，直接掰断，直接掰开了就尴尬。哦，完了，尴尬了。啊，算了，哎呀，算了吧，下一个吧。我们让张真源先来解，张真源先来解决一下这个难题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想把它砸开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张哥试一下。我，他好像裂开了个口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是你把它弄烂了吧？裂开了个口。哎。他裂了个口，我觉得我有希望了。其实我刚刚为了让我自己方便一点，我自己不是，他这个裂口没用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给张哥试一下，给张真源试。来，张哥试一下。我不一定搬得从后面离他远一点啊。等一下。有了，肯定有。哇！有吗？没有。哇！等一下，这还咋吃呀？我有了，没有，榨汁吧，就这样来，没有，哇，张真源厉害，哎，张真源厉害，这还能吃吗？哎，这怎么才能再掰开了呢 ？So terrible， 这样对着掰，对，咬开啊。你是在给他挤水，你这样挤水呢？我听了好紧，恶心，我的天！不，谁砸我脖子？这么厉害的吗？谁砸我脖子上了？几半了，就掉地上了。二三四，这洗洗吧，五半了是吧？再掰两半，这太难了。要不然我们六半。蘸苹果汁儿，六半儿，这，哎呀 ，OK， 是吧？好，这是脏的，好，今天结束了，祝大家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我们一会儿还是去买苹果汁儿吧，对，点一个上来，苹果汁儿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再见，自己动手就是好吃，对，这掉地上的。两个掰的，对，就是掉地上。我掰的，我在手上那个，不能丢，这代表着平安，代表着平安。快拿碗，拿碗，平安夜都过了，我管他平不平安。